台东正式的面积是世界第一大，后礼拜食客也特别大出路。加上今年因为中国禁止台湾的食客进口，这销路变较歹，就农友用家己的外销通路，替其他正式的农友直接外国订单。由民间团体走找咱国内食品业者，也呼吁民众爱做回来收听。产地直送的食客外皮有小看定点，因为这是有机农法种出来的。台东食客产量世界第一，毛农民投入有机栽种，即阵也成功打入国内连锁食品公司的通路。同时开发加工品，毫无耐坑的食客延长品尝的时间。正经有开发食客秘鲁，啊嘛想要食个冰淇淋，加阮台东像洛神花结合做个双麒麟冰淇淋之类，嘛，希望甲义美结合，会使义美阁会使替咱开发更加侪食品方面的。今年九月，中国宣布暂停台湾食客输入，靠外销的农民规矩无抵消。加在今年提到十大杰出青年的台东稻农魏水鼎，运用本身富地人的销售经验，替农民提到东南亚市场的订单，销出七吨外食客。大家处理的米做外销的时阵，有熟悉一挂人啊，迄阵有听到就是用外食客的代志的时阵，才开始大家去邀甲泉州做伙。今麦阁有用。其他的方式就是讲，看是毋是甲咱台湾的一挂企业，我嘛有去敲电话去联络，就是讲，因为要过年啊，是毋是会使用这个部分用台东的往来食客来做做恁的过年的礼物？魏水廷表示，后礼拜食客就开始大出，往来食客应过敢若外销，即阵国内各大通路卖场也拢买会到，希望台湾人会使挺台湾人来外销做伙饼，帮助农民找到新出路。记者杨淑静、谢桂林台北采访报道。